密宗拳是以积极实战著称于世的。密宗拳的击法全面系统，有促击法、虚实击法、连击法、拦硬击法、闪击法、困击法等。但密宗拳实战击法的核心和精华是十五字击法要诀。这十五字是靠抱斩、要顶弹、罗跨丹、提撩缠、击脱拦。这十五字击法要诀实际上是拳术力量通过人体的不同部位所体现的击打方法，也就是十五种发力方式。它的内涵和实质是密宗拳的拳法权力，是密宗拳拳速尽力修炼和提用的技法原理，而不单是拳法招式的使用。拳法招式使用只是技法原理的具体体现。对密宗拳十五字击法要诀的认识、理解和运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深化过程。开始阶段，也就是初级阶段，是熟练地运用拳法招式。这个时候，多是使用身体的局部和单向发力。在这一阶段，关键要在运用招式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积累和摸索经验，为拳艺的深化打下基础。到了中级阶段，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密宗拳十五字击法要诀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变化、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做到融会贯通、速力并用。到了高级阶段，这是把这些力形成一种合力，即上下左右前后的整体合力。这也是密宗拳十五字击法要诀的精髓和真谛所在。到了这种境界，也就是化境，到了这种化境，变化莫测，随心所欲运用自如。据说清代乾隆年间，密宗拳宗师孙通习练密宗拳艺达到炉火纯青，是提用这种合力的典范。与人交手时，身体一抖，反着离谱。闻名中外的近代大侠霍元甲也是提用这种合力的佼佼者。为了使一些武术爱好者由浅入深的了解密宗拳十五字击法要诀，下面我们将足诀进行拆解讲解。需要说明的是，拆解和讲解的这些招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十五字击法要诀的真意和体现了它的精神。关键是要在运用这些击法之中加深对十五字击法要诀精髓的理解、内涵的理解，使自己的拳艺呢不断向高层次发展。下边我们就开始进行足诀的讲解。十五字击法要诀的第一诀，就是说第一个字就是靠。那么什么是靠呢？靠是由身体内发出的一种靠击力。具体使用的时候有肩靠啊，有肩靠，有肘靠，有臂靠，还有背靠，
还有熊靠啊，还有胯靠等等。施用的时候啊，要贴身施用。在密宗拳当中有圆推近拳贴身靠，使用时有上步靠、退步靠、转身靠、左右靠等等。下面我们就举几个适用的例子来说明靠击法。第一个要说明的第一个就是上步肩靠击，也可以叫上步转身，就是闪身上步肩靠击。比如对方右拳是咱的啊，右拳是咱的，我想以左拳是咱的，对方啊用右拳向前直击我的头部啊，直击我的头部，我直击我的头部的时候，我头部想做躲闪啊，想做躲闪，在躲闪对方右拳击打的同时，我上步近身，上步啊落于对方右腿的后侧，身体跟进，然后呢用我的右肩去靠击对方的肋部，靠击对方的肋部啊，再换一个方向做一下啊，对方右拳是击打我啊，我头部做躲闪，躲闪同时上步啊，上步以后用我的肩部来靠近对方啊，这是第一个用法。第二个用法就说第二个例子，就说举的例子吧，是转身肩靠击啊，转身肩靠击可以是我在前方站立是吧，对方啊在后方站立啊，对方出左拳击打我头部啊，出左拳击打我头部，击打我头部的时候，我头部向右扭转啊，向右扭转，同时可以稍微下蹲，扭转之后躲闪他的击打，躲闪他击打之后，然后身体右转，右脚向后迈，插入对方双脚的中间，然后用右肩靠击对方的胸部。换一个位置练一下，这个动作要求做的时候啊，动作要做到一是要快是吧，就是说转身必须要快啊，击打我头部的时候转身要快，同时啊这个步擦的时候呢一定要往向后擦是吧，因为这个贴靠击它主要在贴身靠击啊，不向后擦你这个肩那贴不上它的胸就不好靠击，所以说呢转身要快是吧，上步要快，靠击也要快因为对方左拳出来还有一个右拳是吧，如果我动作慢了很可能他的右拳还会出拳击打我，所以说呢他一躲闪同时一转身就得出去，这是第二个用法。第三个用法就是上步必靠击，对方右拳是咱的啊，我左拳是咱的啊，对方用右拳击打我的头部啊，用右拳击打我头部，我用左手向上迎风是吧，落拳，然后右脚向前上步，同样要插入对方的双脚之间，尽量向后插啊，尽量向后插，然后用我的臂啊，右臂向后靠击对方的胸部，靠击对方胸部，换一方向做一下。是吧，说我上步插入他中间
插入他两腿中间也行，是吧？插入他腿的后侧也行，总之有一条，是吧？上步插步尽量要步子迈的要大，啊，贴身要贴身贴身贴上对方的身体，啊，不能离对方的身体远了，远了以后所谓的靠近你就用不上力，发挥不了你自己这个身体这些部位的一些个靠近力的作用。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上步肘靠脊，那上步肘靠脊，双方都是坐圈式站立啊，我们是、啊、都是双方都是坐圈式站立，坐圈式站立呢，对方出坐圈，直击我的头部啊，直击我头部，我的左手啊同样是向上迎降，同时向左朝落，然后右脚向前上步，迈入对方左腿的后侧，迈入之后呢，啊，用我的肘，啊，肘，肘部靠近对方的肋部或者是胸部，都是一样的，啊，再慢慢做一次，啊，击打我头部，然后我落上以后上步，啊，上步以后用我的肘靠近。这个做这个动作时候要领啊，要注意一，对方拳来之后，我应当朝落要快，这是一。而且呢，要抓紧，不能使他挣脱，是吧？上步要快，上步要快，抓落要紧，上步要快，靠脊要有力，那肘靠要有力。为什么必须要做到这样呢？第一，我这样朝落，我的头部正处于他的肘的一侧，如果我抓的不紧，啊，朝落抓的不紧，他很可能往曲肘，啊，曲肘击打我的头部。所以说呢，我要抓紧，啊，抓紧，使他不能够曲肘击打我的头部。然后呢，我是吧，我实际上抓紧拧住，是吧？不是，使他不能够曲肘，就控制住他了。是吧？控制他以后，使他不能动弹，使他处于被动，我处于主动，然后呢，我可以随便的，是吧？靠击击打。还有一个就是挂腿跨靠击，啊，挂腿跨靠击。我们说双方都坐圈式站立，是吧？坐圈站立，对方啊身体右转，用左腿侧踹我，或者是蹬踹我这个胯部位，是吧？用左腿蹬踹我胯部位，对，蹬胯部位。这个时候啊，我用右手挂啊，向左挂他的脚，挂完之后，我右脚上前上步啊，上步乐于插于啊对方这个右腿这个地方，然后用我的胯啊，用我的胯。哎呦，我跨靠近啊，因为他对方他一侧踹，只是一条腿着地，是吧？我用左手挂烂他的，就是说挂他脚的同时，上步是吧？转身上步动作也快，跨一靠，是吧？就是很容易把对方击倒。下面讲第二个字，叫暴击法。所谓暴击法，是指由身内发出的由外向里的坚守汗国之力。使用的时候有单背抱，是吧？有单背抱，有双背抱，有抱打、抱摔、抱拿等等。下面我们举几个实用的例子。第一个叫抱腿前甩，抱腿前甩，对方右前是站立啊，我左前是站立啊，对方啊出右拳击打我的头部啊，出右拳击打我头部，击打头部的时候，我低身啊，低身闪击，
啊，删过之后，狄神删过之后，啊，我上部，啊，我上部，上部以后，抱对方的腿，啊，抱对方腿，抱着他腿以后，实行摔方，啊，实行摔方，抱腿以后呢，这叫抱腿前摔，下抱腿，同时上面呢，用我的肩向前顶靠他，啊，抱腿前摔。抱头欠损啊，抱头欠损。当然它是左右侧都是一样的，它调换一个方向，是吧？它是比如说它左前式和左前式是一样的啊，左上是击打我头部，啊，我就是击身闪击，闪身又是上身啊，上身抱他腿啊，抱腿以后往上抱腿，两手抱腿，同时用肩上肩向前靠击，是吧？向对方放倒。但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闪身低头闪头上身必须要快。第二呢，抱腿摔也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因为啊，比如说他用击打我头部的时候，我向前抱他的腿的时候，是吧？我的头部正处于他的腿部的上侧。如果我动作慢了，他还可以提起，是吧？他正是这个，啪一提起，正好可以用他的起钻我的脸部。那这是要做到第一，就是说抱腿必须要快。第二呢，向上抱的时候，啊，向上抱的时候，右肩必须向前顶，这样从刺杀的身体啊，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平衡。假如说我们光抱腿，是吧？光抱腿，不靠他这个，不用肩部去靠他的胸。这样他可以啊，他身体还能维持平衡，还可以，因为他还有两个拳头，这左拳打出来，右拳还在这，还可以用右拳击打了我的头部，击打等等。所以说呢，说抱腿靠摔必须要快，对吧？抱腿靠摔必须要快，啊，一闪身上步，啪一声就出去，那必须要快，要不快就达不到预想的效果。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呢，就是抱腿后摔啊，抱腿后摔。加上对方右前是咱力啊，对方右前是咱力，我左前是咱力。对方呢，同样是右拳啊，同样是右拳击打了我的头部啊，我低头躲闪啊，同样低头躲闪，躲闪之后我右脚向前上步啊，右脚上步。上步之后，我用两手啊抱他的后腿，啊，两腿抱他后腿，抱了后腿以后向后摔，啊，向后摔。这个动作啊，因为好，你在这儿好，这个因为他这个对方，他一右拳向前击打的时候，本身他就是有一种前冲力，是吧？他右拳向前击打的时候，本身他就有一种前冲力。是吧？我上步以后快速上步，抱着他腿，利用他前冲力的这种力，是吧？利用他身体前冲力的这种啊，这种惯性。然后呢，我稍抱起腿来，稍轻轻的给他加上一点力，是吧？给他加上一点力，轻轻一摔，就可以将对方摔倒。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作就是上步抱颈摔。啊，对方仍然是我们设对方仍然是右前是咱力啊，我是左前是咱力。对方啊，同样用右拳击打我头部啊，这个动作我们不是躲闪了，而是用应当，是吧？用应当的方法，我用左手向上应当对方的右拳啊，应当之后我右脚向上上步，同样插入对方右腿后侧，然后用我的右臂啊，右臂啊，抱住对方的脖子脖颈，抱住之后向后摔啊，向后摔。这个动作很容易啊，很容易摔他。那我们做一次，嗯，是吧？很容易
啊，来，我们换个方向再做一下。啊，对吧？右拳击裆，硬裆，然后上步抱击，很容易摔啊，很容易摔倒。这是第三一个。第四一个呀，就是抱腰摔啊，上步抱腰摔啊。对方，我们说对方仍然是右拳是咱力啊，我是啊，我也是右拳是咱力啊。对方用右拳击打我头部胸部是一样的啊，击打我头部胸部，这个时候我用右手啊，用右手可当啊，右手可当朝落，然后呢我上左脚，上左脚以后迈入对方右腿的前侧，然后用我的右手是吧，右手抱住对方的腰部啊，向前摔倒他，向前摔倒他。这一个也是这个比较容易凑效，原因是什么呢？是吧，原因是什么？他这个拳打了以后，第一我朝落住他的右臂，控制住他这个手背部位，然后呢向前啊，控制他腿部位，然后用我的左手抱住他腰部位，是吧，稍稍向前用力，对方必然倒地啊，对方必然倒地。换一个，换一个，走啊，插入对方这步啊，走这样，嗯，来回稍稍一用力，是吧，只要这个腰铃对头了，稍微的用一点力，加一点力，就是很容易将对方摔倒。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动作就是抱臂囊啊，上步抱囊啊，这是一个擒拿法的动作啊，就是说对方用右手抓住我的右腕啊，右手抓住我右腕，是吧。在民族拳当中擒拿法也挺多，有36擒拿手，其中拿法有大缠丝小缠丝，是吧，像他抓右手抓我右腕的这种情况，一般用小缠丝拿。小缠丝拿通常的拿的情况呢是这样拿，是吧，左手抓住他的右手，然后呢用右手像这切腕拿，这是拿法之一啊，拿法之一。假如说碰到力量比较大的，就是他的力量啊大于我的力量，是吧，他抓住我右腕之后，我用这种法是吧很费劲，是吧，他的力量比较大，很费劲，不容易制服他，怎么办？所以说总用抱拿这种法。抱拿是要领是什么呢？我左手不去这样抓他，是吧，不去抓他，上步，上步以后左手从他左臂下啊，左臂下绕上，绕上来，然后以后从这儿啊，从这儿抱住他的，抱住他的掌，抱住他的手，抱住他的手啊，不让他朝，不让他挣脱，同时呢用我的臂，这个东西还挑着他的臂，不让他控制他的个，控制他的臂啊，挑他的臂，抱他的手，控制住他，他想挣脱也不可能，他想用力也不好用力。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双手啊，我是向下是吧，拧向下，拧捺卷，是吧，稍微用力，是吧，稍微就一用力啊，很容易达到擒拿对方的效果，是吧。下面讲斩击法。所谓斩，是由体内发出的连随肉力。在民族拳当中，肉力是一种比较上乘的功力，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力。肉力主要它使用的时候，它的作用，这种肉力啊，它能够斩敌之体，控敌之势，斩而击之。这种肉力
在整个的全法招式上适用当中，都应该贯彻以招招实施自主。下面我们将集中肉力的适用法啊，斩力的适用法。第一种，我们设双方均坐拳式斩力啊，坐拳式斩力，对方呢出坐拳击打我的头部，击打我的头部，我用左手啊朝落粘住啊，朝落粘住他的左臂啊，朝落粘住之后呢，控制住他，叫他是他前打不可啊，后撤不可，给他控制住了，那就适用这种粘力啊，粘住他的臂，对吧？粘臂击肋，然后左手粘住他左臂之后，然后用右手击打他的肋部啊，击打他的肋部，因为他左手伸出来之后，我控制住他左臂了，粘住他左臂，他的左肋部位啊，就暴露了，暴露给我，所以说呢，我用右拳最容易击打他。啊，最容易击打他，啊，最容易击打他，啊，换一个方向，啪啪，啊，这是第一种，啊，适用的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斩臂踹腿，啊，比如说，啊，同样是射，都是左拳式斩力吧。对方先用左拳，那向前击打我的头部啊，先用左拳，我用右手粘住他的左臂，那是他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控制住他左臂。对方用连击法，把左拳击出之后呢，用右拳仍然击打我头部，我再用左手朝落粘住他的右臂，这样。我的两手控制住对方的双臂，然后我用我的右脚啊，用我的右脚上前踹击对方的小腿或者膝盖，是吧？踹击他的小腿或者膝盖都行，是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吧？我出腿踹击啊，很容易凑效，很容易收到效果。因为什么呢？我控制住他了，啊，把他身体给控制住了，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适用法呀，也叫斩臂登裆，啊，斩臂登裆。我们设呢，对方右拳是斩力，我左拳是斩力，啊，右拳斩力，我左拳斩力，我可以先发制人，我首先啊击打对方。我用右拳向前击打对方的头部，啊，我用右拳向前击打对方头部，对方啊，很可能用左拳啊向上迎驾，但是迎驾之后，啊，对方也不是消极的防守，你左手迎驾，用右拳击打我的头部，啊，在这种情况下，我打出以后，他迎驾啊，用右拳打我，我用左手粘住他的右臂。啊，在用左手粘他的右臂的同时，我用右脚踢右脚向前蹬踹对方的裆部，是吧？或者是小腹，啊，蹬踹他裆部或者小腹，啊，这是第三种，就是第三种用法。第四种就是斩抱腿打裆，啊，或者是斩抱腿打头，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设都是坐拳式斩力，然后啊，对方用右腿啊，右边腿扫踢我的腰部啊，用右边腿扫踢腰部，扫踢腰部的时候，我呀不躲闪啊，用我的左手抱住粘住他的右腿啊，粘住他的右腿之后，然后我上步以后，用我的手变狗手打他的裆部，是吧？打他裆部，
或者打他头部，是吧？而且在打的同时，打裆部也好，打头部也好，在打的同时，我左手抱住他的腿了，沾上他腿了，是吧？左手在往前打的同时，左手在用加上一点力，轻轻加一点力，把对方放出，把对方放出，是吧？我们再从这边再做一下啊，右扫腿，嗯，走，是吧？稍微的稍稍一，是吧？因为他左腿起来以后，只有一个右腿打以后，只有一个多腿着地，他实体一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是吧？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我粘抱住他的腿上部，说打头也好，打裆也好，再加上左手稍稍往前稍一用力，把对方就可以放出，把对方放出，这是第四种。那么第五种呢，就是展臂抓面啊，我们仍然设施都是左拳式站立，对方用左拳向前打我的头部啊，打我的头部，我用右手啊，右手操落展臂展住他的左臂啊，仍然是使他的左臂啊动弹不得，想往前打也不可，是吧？想往后抽也不可，控制住他了，是吧？在控制他左臂的同时，那我的左手，左手成爪，啊，左手成爪向前直抓对方的脸面，啊，直抓对方脸面，啊，当然，对方如果反应快，向后向后仰头，是吧？我还可以用连击的方法，还可以再上步，用我的手，是吧？抓他的脖颈部位。以上讲的是斩击法的，下面讲要击法。要是指由体内发出的，那由身体不同部位所发出的，作用力相反，打击力相同的二合力、二合一之力。使用的时候多是用脚迈地字根，用掌或者拳手臂及地自身，手脚并用，上下齐发，有上不要，退不要，转身要，左右要等等。下面我们讲几种使用法。第一种就是要退击胸，我们设甲乙双方都是左拳式站立啊，左拳是哪里？对方用左拳向前击打我的头部，击打我头部，我用我的右手向上迎驾，迎驾之后，我的右脚向前上步，插入对方左腿的后侧啊，插入对方左腿的后侧，然后用我的右左掌向前推击对方的胸部，推击对方的胸部，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的啊，要注意的几点。一就是迎逢他的手臂，迎逢他的拳跟上推击胸要同时进行，就是说动作要快啊，动作要快啊，迎要推是吧？动作要几乎是同时进行，是吧？不能说迎完了等一会儿，是吧？迎完之后然后再上步再推胸，这样动作有脱节，给对方以缓解的机会，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所谓的要嘛，是吧？就是右腿向前插着对方的左腿的后侧，一定要是吧？要用我的右腿啊绊住啊，咬住对方的左腿，使他的左腿动弹不得啊，使他向往回走，向身体向往后走动弹不得。一是迎是吧，用我的右臂迎他的左臂迎上去，然后用我的右腿咬住他的左腿，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等于是控制住他了啊，他处于被动，我是主动啊，处于这种情况下我用左掌发力击打，
很容易凑效啊，很容易凑效。我们换一个方向走，对吧？一搭上步绕，绕住以后，然后坐张向前推啊，这个动作是吃用的时候掌握好是很好用的，不有很大的力量，是吧？不有很大力量，只要我们让右腿绕着他的左腿，使他动弹不得，然后轻轻一发力，就把将对方击出。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呢，就是腰腿击下颌啊，腰腿击下颌啊，我们同样可以说都是左前十三力啊，同样十三力。对方呢，右脚向前上步，并用右拳向前击打我的头部，啊，右脚向前上步，用啊，对，右脚向前上步，并用右拳击打我的头部。这个时候我用左拳上下迎风，啊，迎当迎架，迎架之后，我的右腿向，是吧？向前迈步，向前迈步以后呢，插入对方右腿的后侧，啊，这压后侧呢，这个时候我是用我的右腿绕住对方的右腿。啊，是他的右腿啊，动弹不得，啊，动弹不得，动弹不得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用我的右拳，啊，我用我的右拳击打他的下颌部位，啊，击打下颌部位，啊，这就体现了那密宗拳是吧？这个手脚齐发，啊，上下并用，这样一种击法，啊，这样一种击法，啊，我们可以再换一个方向。走，哎，这个腰，这是我说的是二合一之力，是一种比较巧力的运用，是吧？比较巧，它的力用的力也比较巧，并不是说用蛮力，是吧？巧力运用得当，用脚绕住他的脚，然后用手轻轻一发力，向对方就可以发出。第三个动作就是。腰腿啊，腰腿周到胸啊，腰腿周到胸，我们同样可以设啊，均左拳十三力啊，对方用左拳击打我的头部，是吧？这个时候呢，我用左手抄落拧住，然后呢，我上啊上步上右上右右脚上步，上步以后仍然用我的右腿迈住对方的左腿。然后呢，用我的肘部到他的胸部，啊，用肘部到胸部，是吧？换一个方向做一下，走，是吧？当然，这是讲的，我用右肘，左肘是一样的，啊，就说有这么说，他如果用右拳击打我，是吧？是一样的，右拳击打我，啊，我用右手抄落，然后呢，上步用左肘。哎，坐住，造击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腰腿肩靠击。这个就是设我在前方，我在前站立，对方嘛在后站立。这样呢，对方他呀出左拳啊，出左拳击打我头部啊，击打头部，我头。向下底同时右转躲闪他的击打，躲闪他击打之后，我的右脚快速向后迈步，迈步同样要用我的右腿绕住对方左腿，绕住之后我用我的肩部也好，肩部或者是啊臂啊向前击对方。再换一个方向，走啊，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吧，就是说动作也是要快，一打一转身，一转身就上，而且呢尽量这个腿啊要把它咬紧啊，把它身体控制住，咬的越紧控制越住，说我这个发力啊越好发，越好发啊。再一种运用之法就是这个腰腿，是吧？再一种运用法就是说，腰腿打脑，
啊，要推要闹，我们前设双方都是坐权式宰理啊，对方仍然是以坐权击打我头部，是吧？我用左手抄落啊，应当抄落，然后右脚上前上步，上前落入对方左腿的前侧，是吧？用我的右腿咬住他的左腿，此时的左腿啊不得动弹，是吧？不得动弹。然后我用拳呢，用我的右拳打他的脑部，是吧？打的时候拳向左打，腿啊向右摇，所以一上一下呢形成一种，是吧？作用力相反，打击力相同，形成这个二合一之力，是吧？轻轻的一打，往头倒一地下，啊，同样一个道理，来换个方向用一下，是吧？走，哎，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他打来了以后，我一抄落，然后右脚向前，是吧？咬住他的腿，右手向前打，是吧？轻轻一碰，因为这个腿向后，手向前，本身形成二合一之力，轻轻一碰，是吧？对方就倒地。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腰腿甩身啊，腰腿甩身啊，我们设双方都是右拳式站立啊，右拳式站立，对方用右拳向前击打我头部，我同样我用右手啊，用从抄落缠住他，然后我的左脚向前上步啊，上步以后呢咬住插住对方右腿的后侧啊，咬住他的右腿叫他不得动，然后呢我的左臂啊，用我的左臂是吧，向后左臂是吧插入对方的胸前，是吧？背部的力量向后，是吧？腿部的力量向前，同样形成二合一之力啊，轻轻一用力将对方摔倒。下面讲顶击法，所谓顶是由身体内发出的顶击之力，使用的时候有头顶、肘顶、膝顶、拳顶等等，但是使用最多的就是用肘顶。使用的时候有上身顶、上步顶啊、退步顶、转身顶、左右顶等等。下面我们将几种顶击法的适用法。第一种，我们设均坐拳式站立啊，第一种叫扇身啊，扇身周定胸啊，扇身周定胸，对方用左拳啊，直的向前击打我的头部啊，击打头部，我头向左多扇，是吧？扇身周定胸嘛，我不应架，是吧？头向左多扇，多扇过对方拳打之后呢，然后我上步近身啊，我上步近身，上步近身以后用我的肘，左手屈肘，用肘尖顶对方的胸部啊，顶方的胸部，换个位置啊，走啊，这个意思是只要扇过了以后，然后上身肘顶啊，上身肘顶，这在这个击法当中啊，这叫硬闯中门，是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硬闯中门。对方是吧？左拳一打，我扫一扇头，是吧？对方打了我扫一扇头，躲过了以后，然后就近身，是吧？近身顶肘，啊，近身顶肘，是吧？因为这个肘顶击的力量比较大，比较强，是吧？所以说要求我用这个动作，同样要求啊，扇头、上步、顶肘这三个动作要同时进行，是吧？同时进行啊，一来以后啪啊，都啪都上啊，动作不能慢啊，动作不能慢，而且做的时候吧要有力。这是第一个，就是扇身、上步、周定胸啊。第二个就是应当顶肋啊，应当顶肋，我们同样设。都是左拳式站立啊，双方都均左拳式站立，对方用左拳呢向前
照样挤大我的头部啊，这一个我啊应当啊右拳啊应当，右拳应当的同时右脚向前上步啊，右脚向前上步，上步以后是吧，因为他的左拳击打来以后，我左拳上已经让他的左肋，他的左肋部位暴露给我，所以说我一上步以后去肘，用我的右肘啊，用我的右肘定击对方的肋部啊，定击对方的肋部啊，人体肋部也是抗击大的薄弱部位是吧，说我用肘的杀伤力本来就比较强是吧，用肘狠击必然给对方啊造成重伤啊，造成重伤，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就是啊，可当拳顶头，他可当拳顶头，我们说同样是左拳式建立，对方采用连击法，先用左拳击打我的胸部，向前直击打我的胸部啊，用左拳击打我胸部，击胸部的时候我用右拳向下磕裆，是吧？对方采用的是连击法吧，左拳击出以后，右手击打我，哎，击打我的头部，他连击法，左拳来以后磕裆以后右啊，右拳打以后啊，咔往上一挡，挡的同时右脚向前上步，用我的肘，是吧？向下跳肘顶对方的胸部或者是下颌部位啊，胸部或者是下颌部位是吧，就等于是跳肘啊，换个方向用跳肘，哎，对方左拳打我右拳磕，右拳打左拳挡，然后上步肘顶啊，上步肘顶啊，用我的肘尖顶他的这个下颌部位是吧，这是第三个用法。第四个用法呀，就是转身肘顶胸，我们仍然说是我前站立，对方是后站立啊，对方后站立，对方啊用右拳击打我的头部是吧，右脚上步用右拳击打我的头部，哎，击打我头部，我头低身低是吧，低头转身躲闪啊，低头躲闪，转身躲闪，转身同时我右左脚向左迈一步啊，既躲闪了对方的右拳的击打，同时呢用我的左肘是吧顶击对方的胸部啊，顶对方胸部啊，要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同样要求那动作要快，那动作要求要快是吧，对方拳打过来啪一低头拧舌，一听拧舌一转身啪一肘是吧，因为跟以上有的都是讲到了是一样的，如果我动作做得慢的话，对方他还有一个右拳打来，还有左拳，他很可能他用左拳随时还可以打你，所以说我的动作必须要快，是对方啊这个来不及反应就将对方定出啊。下一个用法就是拦裆臂用头顶，拦裆臂用头顶，我们说同样说是吧，做前是站立啊，对方也是用连环击法啊，先用左拳啊击打我头部是吧，先左拳击打头部啊，我用右手向上迎接，然后对方用右拳击打我的胸部是吧，击打我胸部，我用左手向下拦挂是吧，拦挂之后，然后我上步啊，上步近身，用我的头顶对方的胸部啊，用我头顶着胸部，在命中拳当中啊，要求是整个身体从头肩肘是吧，胯膝脚浑身的重要的部位都要能够发力激烈是吧，说肘顶也是其中的适用法之一，关于顶击法就讲这么几个例子。